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念头断不掉，分别断不掉，执着也断不掉，怎么办？阿弥陀佛有这个办法，让你这持名号，你不是有执着吗？行，就用执着，只执着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其他的都不要执着。你就执着这一样，管用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净宗的方法是先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帮助你证得究竟佛果。啊，把我们修行正果分成两段，这个我们做得到啊。断烦恼开智慧做不到，那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让我们先恢复到清净平等，做不到，想做做不到。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方法好。